你可见杨澜当时在姜家，啊，这个王敏曾经跟他身边人说：“你们可不要惹，就是反对他见杨澜和吴征的人，啊。”王敏在电话上亲自告诉他：“你可不要电话上这个骂吴征和杨澜啊，你不要惹他俩呀、啊，他俩是唯一一个到姜家就像回自己家那么方便的个人，这是真的，就是能去姜家像回自己家一样的，就是吴征和杨澜，这是真没吹牛，真没吹牛啊。所以王敏在跟杨澜睡觉的同时。”啊，给吴征戴绿帽子的同时，他真害怕吴征和杨澜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吴征和杨澜啊，那骨子里看不起习近平，看不起彭丽媛。